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曾敬华，我是朱先勇，我们流浪回来啦。在二战番外篇中，我们将重现旅途中学习到的新技能。我现在很会开车，我现在很会当副驾哦。我们还会一点点料理，我们还会分享很多令人感动的故事，偶尔会讲一些内心话。想跟我们一起流浪成大人吗？如果你也想掌握我们玩遍全台的口袋名单，二代流浪记度假番外篇，我以为口袋很简单，只在公式家，记得来看哦。这是什么？